有一次我们朋友聚会，然后那一天想说，哦，大家都是因为参加那个圣诞趴，想说没有想说会收到烂的，然后就也是一样用一个精品的盒子装的，然后想哇天哪，然后是一个姐姐送的，我想说我的妈呀，太幸运了吧，就很开心，然后就打开的时候啊，是两根发黑的香蕉。就想说也不能，就是觉得很好笑嘛，因为你那个落差感。然后就我就下一次我就如法炮制，我们公司在办那个圣诞趴的时候，我就也是用一个就是 G 牌的礼物盒，然后对礼物盒，然后还有提袋什么，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一个歌手抽到，他想说哇，素云姐送的一定是很好的东西，一打开是那个鱿鱼片，就我们那一年，就是这个人抽到的，抽到盒子的包装。小七有卖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玩啊。